Hello， 大家好 ，Ray One Days。好，今天最新的关卡已经开上来了嘛？一个是 Celimax， 一个是剧场版 Boss Rush。那么这一次就打算先来挑战一下这个 Celimax 啦。那么 Celimax 这边第二关来讲的话啦，按照官方给到这边的公告是讲，他在一开始会使用各种各样的技能，然后一定时间经过之后，他的那些技能会慢慢少掉。然后前期就是要扛住对面的猛攻，然后后面的话就会比较好打一些。再来的话就是敌人的血量变低的时候，然后他的必杀技追加发动的那个几率就会提升嘛，会这边，然后威力也会出现变化，是变高的还是怎样就不太确定了。不过就是讲叫我们组一个自己自豪的队伍来挑战他这样子。那么这一次 Celimax 的关卡来讲，他有三个任务啦，极细无属性、超细无属性以及六回合通关。这一次的话就准备用超细无属性跟六回合通关为主来挑战啦。然后这个赤珠加攻的那个队长技是不能使用的，所以这一角色全部就拜拜。只有一回战啦，就是隶属这么个样。对，那么队伍的话就是我们的大娜娜五九。长得这么样子，然后其中带了一个比克技术，不然第七宇宙技术我实在是想不到好用的角色。然后因为是讲说要六回合啦，加工道具带好带满，然后一个 Wiz 应该足够吧。对，一个这 No 哦，没记得没记得。那么第一回合进来我就反正两张北极大嘛，我们就不开道具啦，直接尝试一下。科技科技卡兰诺，对对呀，能不能扛得住呢？北极大第一下，哦吼，五万六。第二下，哦，还有一万五，这个是50%、60%、70%减伤了现在。然后行动之后直接无敌，然后出招有超高确立的回避力，应该是可以指望的。OK， 连击，虽然说火力没有上去，可是至少就被动有到位。嗨，这边是70%减伤，再加上行动之后93%，哇，死哟，超硬，北极大超硬。啥的都呀，我懂。OK。哦，超高确立成功 ，nice， 对，满气的北极大1360。哦，对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干，我没有开道具啊，明明要六回合内挑战他的，加工道具应该一开始就开了，而且敌方的血量是不是掉的有点少啊？千万千万在轰击喂，哪里可能？哪里？哦啦哦啦哦啦 ，OK， 嗨，卡兰诺，这边的话，就是这么个样子的摆法好了。啥？对，然后，差一气，哦，差一气的话，我看选择这边的没差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道具。比克这么硬应该是可以不用开，那么我们就开加工道具就好，道具继续的温存起来好了。さて一个ぜ嗨，然后这个有全属性战斗嘛，应该算是还蛮耐打的。哇啦摩托1117万，哇啦这个火力すごい，然后配上上一轮两个，我靠 ，what the fuck， 23万，被一拳23万，比克你撑得住没有这样子？不，比克有多20%的减伤，比克有多20%的减伤，应该还行吧？没有，还好有开那个加工房的道具。不然感觉就要挂了。那么下一轮的话就要开那个减伤，不是减伤 ，boss，
哎 ，nice， 喂 ，nice， 哎，对，这样子的话好像带极悟空，带两个极悟空会比较好吧？敌人是隶属，可是北极大的火力会比较高一点的，它的最大值火力。OK， 扛住了，扛住了。嗨，这个的红组转的有够烂，哦，烦的喂，还是没办法达到。下一轮，这样子我好像没办法复活吧？不过算了啦，想一下，有没有机会？23万都被打到这样子了，这个的话，要不然就试一下吧，继续的不开刀具，要不然我感觉下一轮复活不是那么顺利喂。北极大的话就减伤，这边就没问题吧？哦，22万，还行，还行。在承受范围内，OK， 1700万 ，Oh yeah，Final Flash， 哦吼，1349万 ，Ora Ora Ora， 那最终的目标啦吼，就只不过是讲说，六回合内通关啦 ，OK， 2150万，这个火力。很烦呢，而且吃的猪也够多 ，bug 嘛，这样至少啦，防御力面上应该是可以达到那个水准的。啥？天战？我懂。我说塞鲁的血量好像是不会掉，已经打了3个回合了，这样真的有机会在6回合内解决他没有？我已经带着这个，我这队已经算是全员火力爆棚了吧？哦 ，OK， 很 safe。还好没有事，要不然出事了阿北。你被克损嘛，还是蛮担心的。虽然说有减伤啦 ，OK， 这样子的话也是有2000万的火力，但是出招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回避到了。Nice， 哦，是，对，这边复活已经是可以启动了。然后这一轮呢，哈。我们也就可以不开道具了。不对不对，直接火力拉到最顶。原本要看动画的，结果就被我打出去了。那莫伊，等一下，这一轮会复活，下一轮再来用。道具开了，道具开了，那么布马再加工，这一轮就是直接。好一气，干！最后的那一位的第一发必杀没有，我靠！砰！4118万，复活之前，我们的那个人气就是这么的威武无比，而且北极大的被动是还没满的喂，やばいです，やばいですね。これ有，我们6回合通关的机会出现了。好啦，来，我必杀在这边了。三发必杀之后，哎，塞鲁，那你要买3230万，这个火力看着都爽，是不是？奥利亚，哎点。塞鲁的那个上面的技能全部没有到完了喂，那个降攻防无效，封印技能无效，这些全部都没有到完了。哦呼，摩托摩托，2360万，这样祭比克应该就不太需要巨大化了吧？我看下一轮的北极大足够把对面给红蓝，哎，回避，91%，98%。啊靠！这个最可怜的，不用紧，他有三连击的机会 ，last door， 哇，三连普攻，真有你的喂 ！OK， 复活，这次应该是北极大复活嘛？哎，怎么会是极翼？啊，对了，因为只有极翼的那个复活有触发到，北极大还没有触发到，拍谁？他没有被打五下。我昨天发现到被打五下这个条件好像也蛮麻烦的。17
ナゴやベジータ、それに他のみんながオラに託してくれたんだ。その思いにかけてもここで一歩も引くわけにはいかねえ。オラだ、強い。で这边就应该是可以直接把对面给红蓝吧。连接这样子，倒计现在是第五回合，用过了，上一轮才刚刚用嘛，这样就来吧。赤い式連ほどの技を食らわせてやる。これが俺の全てだ。これが俺の全てだ。哦吼，可能只看了。不过上一轮的比较爽，上一轮的比较可怕一点。嗨，我看应该是可以不用减伤道具来通关啦。92万的防御力，哇，いけるかな？で、ベジータ啊，60%减伤，70%减伤。で、どうや？4304万，什么鬼火力哦？这个空波啊！我在想，如果上一轮我有给那个界王前悟空开到必杀的话，然后是不是就不需要拖到现在了 ？Last， 啊，这个王子自信的微笑 ，Hola。哇，还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 Sailor 就被干挂了，被第七宇宙给干挂了，哈哈哈哈，太猛了，第七宇宙。六回合任务再加上，这个是超系无属性嘛？哈，有吧？好爽哦！一奖 ，OK。十分钟，然后体力、知技术，五个属性，然后全部是带加工道具啦，为了那个六回合任务，然后没有使用到减伤道具，这一点倒是还蛮夸张的。不过一般啊，这个道具是有加防啦 20%， 所以对大家的整体能力提升还是有一定值的效用啦。然后 supporter member 力也是带好带满。OK， 这个就是我们第七宇宙的力啦，直接六回合耶，那个血量也太长了吧，轰了好久哦，全部两三千万这样再炸，结果炸了是六个回合才炸死，吉利吉利，没有了，五回合就炸死了，哇，只能说好恐怖哦这个。那么还有一个极系无属性跟极系无属性嘛，我看再带布罗利来就好了，因为克属嘛，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じゃあまたね，拜拜。